子，上言道就能解愁，应然咱就来一个不醉不归。小翠，去将迄罐陈年的红花酒拿出来，请狄公子。是。狄公子，这是陈年的红花酒，是你才有的哦。小姐，德清是毋是南清江要找的人？伊的身躯敢有别原因？无啊，我四界拢嘛找过啊。敢讲伊毋是南清江要找的人？不管伊是毋是南清江所要找的人，这个人的命袂用得留。我来将伊除掉。赶紧离开！哎呦，我头壳哪做安尼哩？你真是呐！哎呦，你坐哩。哎呦，我是毋是伫咧烧酒醉咧？是啊，你毋然啉袂少哦。啊？我真是酒醉啊！都对，你看你这个人啊，安尼连家己有醉也无醉。你都唔知影，哎，哎呀，哎，我的物件呢？哎，我的物件是怎样？哎，我找无呢，我的物件哪会无去呢？金姐姐，啊，
是。你看你安尼水干哦，连日月扭落去你都唔知影。假使是我甲你收起来，你若无这个日月扭，你以后是要哪去找你的亲人？假使哦，日月扭落落去涂骹，阁是无破。假使阮神明公妈阁有灵声，多谢你哦。你该想看卖，遮尔久啊，连到一件小小代志，你着办袂好，真是我意料之外。大哥，我你怎样？大概你较袂真正爱着德清吼？这边哪有可能嘞？大哥，小妹妹哪遐尼啊轻易就动情？哈哈哈！哈，若到安尼死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搁再问，你是毋是看到德清身上迄个原因啊？我一直拢无发现着啊。哦，遐若到安尼死，个身躯无用，原因是啊，安尼就毋是南清宫所欲找的人咯。在下甲狄青是同行的师兄弟，伊的身世，根据在下甲分析起来，一定是南清宫所要找的，绝对袂唔对。也毋过伊身躯无一个原因啊。无得靠，伊个原因是藏在别个所在。若到安尼是，就袂当宽容。沙龙。我喊你三天之内爱查出叶元英的下落，然后呢，将德清除掉。除掉了后，将伊的头壳摕来给我。大英啊，大英啊，我弄啊，我弄啊，我弄啊，大英啊。大哥啊，咱吼来办公楼过这么久啊，应该嘛都爱来去走哦。都对，啊你坐来到办公楼吼，煞将一挂代志拢袂记得了了啦。啊为着当前迄个孙姑娘咧破病，啊连要来去找亲情，你也拢等下无爱管。两位贤弟，你免为我伫咧着急，我家己会晓拍算。嗯，无喏，大哥啊。我看吼，这个孙姑娘根本都无生咧破病，伊才生咧甲你骗的哦。哎呀，伫咧乱讲什么咧？你唔通伫咧乌白想啊。嗯，大哥啊，啊伊病伊个，关咱什么代志啊？咱也是来去走好啦。我要唔走，我要搁惦。哦，我大，你大概敢袂真正去爱着迄个孙姑娘吼？我的代志你袂明白。为滴，我暂时唔离开这个万花楼就是了。好嘛好嘛，若唔走，大家拢卖走；若要住，大家拢住咧。好啦，讲住就住啦。那英诶，我顶要正是有目的，但恁住遮是会影响到我诶工作啊。工作，讲连交查某也是要做工作啦。袂啦，你放心啦，放心啦。啊！你一天若几杯啊烧酒，互阮啉吼，阮着乖乖乖，拢嘛袂去影响你交查某的工作啦。哎呀，袂用的啦！你袂用跟我住阵对面车，紧去。为什么阮着袂用的住呢？你免加问啦，后摆你唔才会使。嘿，大哥，大哥。原来你位大爷是伫遮哦。不只初庄主伫咧找恁呐。嗯，答伊找阮要创啥？伊伫咧讲，讲要带恁去庙会行行咧啊。嗯，啊，当个庙是有啥物通行？阮袂爱去。阮袂爱去，阮要踮咧遮陪阮大个。哎呀，恁两个有好意思拒绝就伊初庄主的好意思。大哥，我拄则就甲恁讲过啊，恁还阁叫袂去啊？紧去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去就去嘛。啊！伊即卖人是伫倒？伊拄才来的时阵，恁拢无伫咧啊，
所以即马可能是伫咧庙会伫咧等你。好啦，大个，阮来就好啊嘛，行。红姑娘嘞，阿奶无伫遮陪伴你。我伫咧遮。哦。红姑娘啊，你是走去倒位？人狄公子伫遮是外，甲你坐足寂寞个。我有代志出去者。啊，对啦，严大娘，小波头伫咧找你呢。哦。伊即摆伫倒位？伫咧前厅等你啊。哦，我来去看卖咧。啊无，互恁两个在遮，好好讲一下吼。狄公子，听讲你伫位拜地来伫咧找你哦。是，因是来赶我离开这个万华楼去找亲戚。啊，那安尼，你打算什么时阵要走？我还无要走嘞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啊，你敢是讲你得到绝症，希望我住在这来陪你，所以我才忍心离开你呢。公子，虽然我爱你陪我，但不过即马，我却希望你会当离开这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病即摆已经好啊，所以你会用你走啊。雪龙姑娘，如果你的病若真是好，我想要阁留咧。敢讲你无愿意，我阁惦食食。已经看穿了万华楼的秘密，也是已经看出了我对伊的目的，或者是伊也对我动了真情。是为着公司而来，洪明明的查案。公司，小波头，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今仔日区老爷到衙门去告状，讲伊的查某囝林香，真可能是受无害。小波头，迄天的代志，你本身也有看到，参照这款无证无据的代志。敢会用乌白乌乱心？分明是想要诈财嘛！屈老爷是一个老实人，想要诈财，我想是无可能。这其中一定是另有原因。哎呀，这边哪个有啥物原因？小波头啊，林香哦，明明是甲人偷带走的，无唔对嘛？就是因为无证据，所以我才要将伊的证据甲伊呈上出去。哈哈哈！哈小波头，你确实是有够朋友。其实啊，这也无什么了不起的代志。只要我严如花若亲自到兵部府行一转，哪有什么代志咧未解决的咧？原来你就是靠孙兵部的势力。哎，误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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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波头，绝对无这个意思。只要我小某若是抓到证据，开洋府的狗头子绝对袂放过任何人。是，
过两天，我会再来拜访你。故事。无错。有甚物通养的呢？事到如今，苦老狗这个人，绝对袂用得留了。别跟他啰嗦了，动手！啊，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哎呀！哎呀！阿好啊，你这少年的球啦，你明明是在找死！哎哎哎哎哎！哎呦！哎呦！好大好大嘞！阿伯，老阿伯！哎呦！哎呦！我讲一个，都要去头里里落落来。你不要紧，无啥紧啦。安尼，搁一个坎要跑。今仔日好哩，刚才是二妹英雄来相救，若无我这个老命都拍飘去啊。无阿伯，啊，今你已经结老啊，你也会甲人结冤仇，才予人要杀你啊。无啦，伊都是万花楼派来要杀我的啦。啊？万花楼？啊，是啊。敢讲你也会甲因结冤仇哦？哎呦，伯啊！啊，你这老啊，有哪会老风骚？啊，你无啦，唔是啦。哈，因为是安尼啦，我有一个查某囝吼，叫做林香啦，伊是伫咧万花楼伫咧做妓女，啊，只有感觉无张无弛，将我失踪去，我要找伊爱人，所以唔才。所以唔才派人要杀你。哎，可能是安尼对啦。我早就知影讲万花楼唔是好所在，大哥伊就看啊无爱死。阿伯，伊若安尼吼。你暂时袂用个回去恁家哦。是啦，本来我都无想要回去啊啦。也毋过遐代志愈到安尼，我想讲要来，我先食遐味几工安尼。嗯，对，安尼对，安尼对。阿伯啊，你去味好啦。遐个恁查某囝个代志吼，规气交代，互阮两个兄弟来探听。我安尼都麻烦恁两个啦。麻烦你，你去。恁两兄弟吼，个大恩大德吼，我永远都会记你啦。阿伯，记个嘛，我都保重嘞哈。爱叫，唔通跋倒，跋倒就紧家己爬起来哈。李哥，来，行。嗯，要行倒。来万花楼啊！创啥？报予大哥。嘿，大哥毋是讲过啊，叫咱袂使去，咱若去会影响伊要做个代志。哈？大哥叫咱莫去，你著真正袂去哦？是啊，无咱若去，大哥会生气啊。哎呦，你先够颓嘞你啊！咱光个袂用个去，煞袂晓用暗个许。
你是安怎？看你这几天好像就有心事啊。我，无啊，我要哪有什么心事？我是上好，我是你的护花使者，爱使你心情好，无任何的烦恼。你敢真是遐尼啊关心我？嘿，那当然的啊。啊，无是要安怎讲？咱的兄弟随时都不离呢。公子，我有代志想要跟你讲，这是我的心事，希望你会当替我出一个主意。哦，你讲给我听看卖。你哪这么紧张呢？啊是。小翠，啊是什么秘密话在讲我听呢？哈，看你敢那真心比安怎？无啊，无什么代志啦，是因为啊，是因为我一个客人客来在找我，要叫我去陪伊啦。哦，那安尼你唔紧去？好啦，啊无我来去店面就倒转来，啊你踮咧房间等我哦。嗯。咱来去。拄只听到一阵凄凉空笑的声音，好亲像查某囡仔的声。伊是甚物人？我嘛唔知影。狄公主，万花楼的代志上好你是莫问。如果你若是甘离开雪红姑娘，你就赶紧离开这。嗯，我也无要离开万花楼。为什么？我来万花楼虽然是无偌久的日子，但发觉着真多予我怀疑的代志。也阁有，伊顺续对我的态度愈来是愈袂了解。李公子，这个代志甲你拢无关联，为什么你要费尽心思呢？我还是劝你赶紧离开这。就算就这，万花楼是一个龙潭会，我也要搁穿着因的秘密。李公子，你也无，温柔你也是我一个秘密。你甲因是不理我，李公子，你千万唔当去予叶师傅较严重哩发现，伊有这个花园是唔准任何人进入，你赶紧离开这，你才袂有性命危险。不理我，你伫倒位啊？紧来做人客啊！丢大爷，你认唔丢人咯？爹孙，你无死，你无死。姑娘，爹孙我来这呢，阿兄，这尼久都无来看我。姑娘，你是叫做什么名？丁
你都袂记，无怪你会变心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袂怪你啊！你敢是南清宫什么娘娘叫你去找伊的什么亲戚？啊，你有找着无？你怎啊在讲什么？南清宫，你搁讲一遍，我听好。姑娘，你要去倒位？阿婶啊！你再讲一遍，你要倒位？我唔知啊。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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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。你唔能怪我心狠，只怪你家己太爱管闲事了。哈哈哈！哈，德清已经昏去了。那安尼还佫较好，免得咱费心。不如你着赶紧的用石头对这个陷阱门全咧甲伊踢咧，安尼以后者。当然就会心不低，肺不高。嗯，赶紧准备。台风府那个小波头过来啊！又过来这创啥呢？是不是来这？要来找我那个文明？不是，我今日来这是有几句话要来请教大人。哟，讲什么请教？迄阮真是唔敢当哦。萧大爷，你若有什么代志，你就全咧尽管讲就好嘛。林乡的爹亲去老爹，伊在半路被人家追杀，这件代志你知无？萧大爷，伊是叫什么人追杀的？和什么人追杀？我应该爱问你才对啊。萧大爷，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去老爹去开封府告状，这敢毋是御史派人去甲杀的才对啊？萧大爷。你是怀疑易师傅派人追杀屈老爹？你敢无证据？小叔若有证据，我立刻就将伊逮捕起来。萧大爷，你误会了，
伊似乎要来安尼做咧。但愿毋是伊。连工，我会过来甲你交了。故事。姓肖这小囝，确实是真厉害。哼，免管伊，咱赶紧来去花园低调得清。又是大劫，你上劫，请你无大劫，直枪受你上劫，两处的性命，是毋是下摆现身面目，跟我见面呢？大劫，哈，哈，果然是温娘。真是想袂到，本娘你有这身的好功夫，真是出我意料之外。尤其，搁来救我两摆的性命，这个大恩。公主，苦苦相思，还要放在心肝头。呀，我问你，你有这身的好功夫，为什么甘心沦落在这青楼呢？希望这公主，你莫甲我问落去。若是别人，我会晓莫问；，却是你，我袂晓无问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，我关心你，我爱慕你。这，袂用的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袂用的？我。资格爱你，我有坎坷的心事，真是你袂当了解。若是爱我了解，你将做你过去的心事，佮做无一切，甲我讲，互我知影讲，为甚物理由你来拒绝我？既然你想要知影，我就莫佮再温话落去。我是益州人士。自细汉，阮阿爹是一个好母的人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阮阿爹就教我练剑舞。后来，阮阿爹去世，我甲阮阿娘到河南教。
亲，但是道歉不了。我娘娘身躯又搁破病，又搁无钱，加在叶师傅，伊来帮忙我，伊带我来这个开封。等我到这个开封的时阵，我才知伊伫咧亏欠伊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沦落伫咧迄个万花楼。我娘，你有一身的好武艺，为什么当时你唔逃走呢？等我知影一切了后，我就无顾一切要逃走。建林，你真好大胆，你敢想要逃走？我坦白甲你讲，无遐尼啊容易。你要到万花楼，你就免想要离开我颜如我的手掌中。哼，你想要安怎随在你？我只有一条性命，你若要爱我陪人客，你免想。你已经入来到万花楼啊！你还阁想要做人哩？温娘，你那娘已经破病死了。替你娘娘火葬了，哪里？我娘娘的骨头呢？你来骨头，你就好好啊听话，陪客嘛。娘。伊会用，伊即马，给我家己点住着迄刀。也袂震动，也袂抵抗。如果若是要爱陪客，那即马就看你了。
阮阿娘的骨肉了后，我要家己亲手报仇。温柔，当我若报仇了后，我就要远离开这个所在。我要家己出家为尼，了却我家己的杂心。温柔，依你所讲，迄、那个姓叶的，又有一眼如花，伊武功出阮的高强，凭迄一个人。要报仇，敢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是？倒不如由我。狄公子，袂用的，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我无想要搁再拖累你，何况你家己自身就难保。我自身难保？是啊，因为万花楼危机四伏，杀机沉沉，尤其孙雪红，伊早就想要害你，敢讲你唔知影？雪红要害我？狄公子，我劝你，你赶紧离开万花楼，好？嗯。照你安尼在讲，我更加袂晓离开万花楼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一来是为着你，我要帮忙你。二来，万花楼后下园迄个狂女口口声声在叫迄个姓赵的，其中一定有温情，我要查一个清楚。三来，万花楼伊一定有啥物险务，我要破万花楼伊的险机。必须要回到万花楼，记得孙雪红。我要担心死哦！对不住，因为我两位结拜小弟来找我做伙计，无着一点仔代志耽误，所以才会无倒转来。大概你袂受气才对啦吼。嗯，你有你的代志，我要哪会敢受气嘞？啊，对啦，明仔载是我的前生，我想要请你过来饮一杯。哦。在下早就想要来拜望姑娘，只是公务繁忙，所以又搁听人讲姑娘唔肯亲自见人，才一直唔敢贸然前来。少爷，你言重了，母娘只不过是一个青楼女子。怎敢如此公务？是，你要见我，唔知有甚物款的指教吼？因为姑娘的芳名，甲在下，甲在下就是亲情真同款，所以想要请问姑娘是毋是益州的人？是啊。真拄好，我嘛是益州的人。姑娘，益州有一位柳大爹柳长春，你敢捌哩？伊哪会知影阮阿爹的名？对啊，伊姓萧，而且是益州的人。敢讲伊？